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娘，我来的时候看见刘鹏家的狗在你弟弟跳来跳去，这好好的憨菜全都给糟蹋了。是啊，一定要找刘鹏赔钱。上次他家的狗把我家的辣椒也踩得不成样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算了吧，自己摘回去吃。哎，你太善良了。婆婆，这菜怎么了？美成说是刘鹏家的狗踩的。那我现在去找他。算了吧，下次碰面再说。先把倒了的菜摘了。好。刘鹏，刘鹏，怎么了美成？刚刚你家的狗把大娘家的旱菜全部都给踩坏了，你还不赶紧去看一下？你瞎说什么？我家的狗刚才还在这里吃东西。是真的，你家的狗最喜欢往菜地里跑了，之前把我的辣椒都给踩坏了，我都没跟你说。你怎么知道就是我家狗踩的？它天天跟着我。葡萄姐，大蒜鱼都看见了，你不信可以去问。要问你去问，我没时间。哎，真是不讲道理。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。再玩了，走，回去吧。好。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有。啊，媳妇，你先去休息一下，我来做饭。给我你多年以后让我紧的手，青春我放不了我吹满袅袅，老人迟暮十里梅香，秋日河边的芦苇荡漾。啊，媳妇，吃饭了。好，来啦。快坐下来吃吧。嗯。婆婆，刘鹏家的狗总是去菜地里把菜踩坏，也不是办法呀。刘鹏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，下次我们种菜的时候注意点，围个栅栏，这一狗就进不去了。嗯。大娘，你请。今天不好意思啊，我家的狗把你家的菜给踩了。没事没事，事情搞清楚就好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有这是赔给你们的菜钱。大鹏，乡里乡亲的，你这样做太见外了。大娘，你们做点菜也不容易，今天确实是我没把狗拴好，你要是不收下的话，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。那好吧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这钱你拿着，记得把狗拴好，免得影响邻里之间的关系。我知道了，大娘。鹏哥，留下来一起吃饭吧，我们也刚吃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婆婆，幸好你今天拦着我没去找鹏哥理论，不然你们关系就疏远了。是啊，儿媳妇，我们做人做事要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快吃吧。好。